我买的梦龙到了，这个是新口味蓝莓味的，这个是我的最爱粉子，还有一个抹茶的。今天再挑战一回一口秒啊，看能不能成功。还是老规矩啊，先脱个膜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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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这个膜脱得好啊。这样吃巧克力脆皮太过瘾了。这个巧克力脆皮无敌了啊，再配上这个覆盆子酱，一口啊，太好吃了，应该还算成功吧，姐妹们。不能浪费，再来一个这个新口味，这个是蓝莓口味的，我也是第一次吃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这块裹的是蓝莓酱，巧克力才是那么的好吃，然后再配上这个蓝莓的酱味，好吃啊，这个不亚于覆盆子的。这个里边的奶油它是巧克力的，好吃啊，这里面奶油还没有那么甜，你们爱吃哪个口味的？